那我们啊，这个进入第三个部分丙啊，真实学问啊，19句。早上讲的这个三达德啊，我们都要在这里下功夫哈，啊，要有智慧，要有仁德，就是好的品德，哦，还要有知耻近乎勇，啊，你要勇于承担，甚至你要勇于啊，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哎呀，啊，不然我们怎么去奉献力量？哦，大家应该听过一个成语叫"三足鼎立"呀。哎，这个在《易经》里面呢，就有一卦叫鼎卦。那鼎卦中啊有提到啊，鼎则足啊。鼎卦三足啊，有一足这个折损了，这个整个鼎就会翻覆了。鼎是拿来啊招待国宾的，啊装菜肴的。哦，所以《易经》里面这段话是"德薄而位尊，德行浅薄啊。"位置太尊贵了，智小而谋大，智慧小，谋的事情很大。力小而负重，力气能力小啊，他扛的责任很大。对，险不及矣啊，很少没有及，就是到。就是没有呢，很少没有遭祸患的人。我这个有点打肿脸充胖子了。哦，所以接下来说，鼎则足啊。哦，因为刚刚讲的德行，德薄位尊嘛，智慧智小而谋大嘛，能力力小而负重。哦，那啊，哪一个脚先出问题了，就倒下来了。你是智慧出问题了，还是德行出问题了，还是能力出问题了？那其行卧，就是很狼狈了。你招待国宾，结果菜撒了一地了，这个就是凶。哦，所以我们有利众之心啊，很可贵啊，一定要在。智慧、德行、能力啊，要不断提升了，而且要主动、勇猛、精进，不是人家推的。好，当然哈，我们每个人都带过去的天分啊，看看你哪些天分呢？对复兴文化有帮助的啊，好好发挥啊。19句，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当然，我们求学，读书志在圣贤非读科第，这个目标要摆对这是朱子治家格言的教诲。啊，君子勤奋学习，啊，以积累啊，这个句是厚积啊，是积累学问道德，《中庸》当中说的博学、审问，你看这个问以辨之是吧？慎思明辨，笃行。那下两句是属于笃行的部分了，所以都没有离开
解行相应啊。那解的当中呢，这个夏老说的广学原未深入，你不能广学学学学的学的好杂，结果自己心地的功夫都没怎么提升。而且在广学当中啊，李老也知道你也不是同时学很多。这一段时间学一步，学好了再学下一步。所以老和尚在李老座下学了13部经嘛。是一步学了，老师点头可以了，才学下一步啊。所以也不是同时间学太多啊。今天老和尚讲到了李老说的，你同时学2部啊，老师说你没这个能力。好，问以便知啊。这个小注是说，以君德而处下体，知纳于物者也。就是说你处在上位，但是你还是很谦虚啊。我们说不耻下问。当然这个是挺可贵的了。我们以这个论语当中公冶长第5啊有一段这个也是子贡啊。他有不明白的，他请教，这个也是问以便知啊。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一个人我们蔡大厨。他也有一个文，他蛮符合这个文啊。他很愿意学啊。这那一天载着我们王大夫在开车过程他聊两句都是佛法啊。而且你看他的年纪差不多跟你们的父母一样了常常都你们学的什么来复讲复讲。也是都抓住可以跟你们学习的机会所以人要名副其实好。那这个子贡为什么这么问呢？其实是因为这个孔文子是卫大夫孔瑜他去世之后的谥号是文因为他生前呢他家庭比较乱所以子贡就觉得他家都搞成这样了为人不足道怎么追谥他是文呢？那孔子就回答为什么因为大部分聪明之人他本来就很聪明了就容易瞧不起人这也不甚好学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聪明就觉得自己挺厉害的可能他就上不去了他就不愿意很积极的去学习了所以不甚好学所以文子不然他虽然很聪明他也很主动积极学习不耻下问孔安国注呢下问呢问凡在己下者例如以贵问贱他地位比较高以长问少这个都属于下问
长辈请教人家晚辈，就像孔子，习仲尼思相陀啊，啊，以多问寡，你学问比较渊博，但你也有不懂，也能请教人家，可能学问没有那么渊博的人。皆是下问，啊，一般的人会人以为耻啊，哎呀，我身份那么高，怎么可以问他？哦。哦，但是文子他虽然是大夫，但是他也不耻下问啊，这是他可贵的地方。好，所以虽有其他不善，啊，他家里没有经营好啊，但就文之一字而论呢，啊，有此两者，哎，可以称赞他，肯定他啊，所以追视他文。所以这里也凸显了圣人是隐恶扬善，他虽然有不足不谈，赞叹他好的厚道之教啊，于斯可见。所以这跟下一句有关吧，宽以居之，一个很厚道，人家不好啊，讲不出口，也不愿意听。哦，你看小人一听到别人有什么话，哎呦，赶快赶快跟我讲，好，赶快去宣传，啊，君子耻闻，小人之恶，人家不愿意听，哦，所以我们去看那个医道里面呢，许俊就很厚道了，哦，比方说别人要跟他道歉了啊，以前我都，哎呀，那都过去了。不用说了，哦，或者听到别人，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他去帮人家治病了，啊，把那老人家这个治的效果很好啊，哇，当天早上啊，人家就款待他们一餐呢，三个医生嘛，坐在那吃，啊，其他两个医生就说了。就这么简单的早餐呢，啊，这是帮你治了病了，你再怎么样也可以弄出一些钱，就在讲这些话嘛，哦，然后这个许俊马上，哎呀，我们应该赶路了，就马上把他的话转掉了，啊，听这个就不忍心听这些批评人的话，哦，所以这个。哦，都是宽以居之，哦，哦，这问以辨之啊，哦，我们以刚刚这个子贡问孔文子的事啊，哦，就是问以辨之，啊，哦，这个心有疑随杂记啊，哦，救人问求却意，啊，好。那老和尚也常常说啊，啊，学佛首先呢，啊，学吃亏，其实就是学厚道了，啊，不跟人家计较，啊，用宽恕厚道的存心啊，来待人接物，啊，人欠你，天会还你啊，啊，不要计较，啊，人以行之啊，啊，用仁慈博爱的精神。广行于天下，哦，这个弘一大师呢选的《格言别录》啊，这部书很好，哦，然后这个弘化社啊印了这部书，啊，我看这个写注的人呢，啊，应该是老和尚的弟子。为什么呢？啊，因为比方说它里面就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博士，从他的开解这些格言，哦，应该是老和尚的弟子，哦，好，那当中有一句啊，以虚养心，以德养身，以仁养天下万物，这跟仁以行之啊是相应的，
以道养天下万事。哦，那用了四个养啊。哦，那这句话呢，告诉我们呢，如何从身心两方面呢，完善自我。哦，又如何才能够啊，利益万物，利益众生？啊，那等于这一句是如何自行化他了？啊，前面两字自行。后面两句是化他呢，那四个养字啊，每一句都有不同的含义，那他理解的是，第一个是修养，以虚养身，修养自己的养心，修养自己的心，第二个是涵养，以德涵养自己的身。以人养天下万物啊，这个养是养育；以道养天下万事啊，是培养啊。好，那以虚养心呢？这个虚是清虚、淡泊啊，淡泊所以明智。宁静所以致远呢，所以清虚淡泊呢，修养自己的心神，因为真心啊本来就是清虚纯净的，没有障碍牵缠，所以无所不能。这个真心是何其自信啊，能生万法啊，本质具足啊。但是当我们物欲啊填满胸中啊，欲令自迷，利令自昏呢，那我们就很容易啊，随境界波动，起了分别执着啊，就障碍住我们的真心了。所以我们要恢复真心嘛。就要放下物欲，这个是以清虚淡泊来养心，所以修行第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求清净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再来以德养身，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保养身体，为什么呢？医报，这个身体是最近的医报，所以什么？正报转。你越有德行修养了，身体就会好了。所谓心广体盘啊，好，就是这个道理啊，心中无愧啊，坦荡广大。身体就会啊，舒泰安和啊，这个是大学里面的教诲哦。所以日本江本胜博士水实验看到啊，善良美好的意念会让水呈现出美丽细致的结晶。后来我们啊，这个台南极乐寺的华严实验室啊，做得更精密了。也出了好几本书啊，都在联合国啊有做报告，所以德行高尚啊，时时保持善念，身体每一个细胞啊都是最健康的，自然就是金刚不坏身，青春永驻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啊？你专心念佛念下来，好像身体很舒服，皮肤都滑滑的，都不用擦 SK2 啊，那个心念就对自己的身物质啊身体有帮助，那这两条是自我的修养，
接下来是利益众生，以人养天下万物啊，仁义慈悲啊，来抚育天下万物。人想到自己呀，就想到别人嘛，而且这是礼智平等广博的爱心，所以孔子曰：“仁者爱人。”佛说的“慈悲为本”，基督教说的“神爱世人”，你看会这么讲的，就是强调宗教团结，是不是一看就是应该是老和尚的弟子啊？伊斯兰教说的阿拉永远是仁慈的，所以一切圣人教人呢，只有一片爱心，所以爱是宇宙的核心，是万物生发的源泉，是做人的根本，是和谐的基础，所以爱人类啊，就能与一切人和睦相处，所以我们都要在处事当中练啊，不跟任何人对立。爱万物啊，就能与一切万物融为一体。所以懂得仁爱的人呢，是最快乐的人。以道养天下万事。这个道啊，应该就是真心了。真心在哪？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观音菩萨是千处祈求，千处都能应啊。那我们看佛陀、孔子，他们有没有养天下万事啊？有哦。他们把真心表演出来了，把真心也给我们讲清楚了。这个释迦牟这释出世间法，从理上不离心性两个字了，给我们讲明白了。像普贤菩萨，这个他这个普贤行啊，你看礼敬称赞广修供养，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他没有间断，他的愿力都没有间断了，所以他养天下万事哦，生与异业无有疲厌哦，好，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啊，是提醒我们要珍惜哦。但是他老人家谁恭敬了，他就又跟谁加持。甚至会给他应激说法，所以我们宇昂啊，晚上就能梦到孔子啊，他们是没有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这一点你能体会到了，就不会感情作用啊，来对待老和尚，对待佛菩萨啊，好。我们看下一句啊。二十，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这个工匠啊，要想做好工作，必须先使工具精良。要先做这个准备啊，凡是欲则立呀，不欲则废了。当然这一句其实术业有专攻哦，他们都要下一番功夫的。那我们从事传统文化，不能忽略了术业有专攻。不能你讲传统文化，大众都会很尊重你。那也不能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哦，那遇到大众里面啊，
他所学的啊是很专精的，多向人家请教。啊，你一个传统化的单位啊，你应该在方方面面都能够展现出精进来，啊，哎，很专业。精进就是越来越进步嘛，啊，你不能，你是传统文化单位啊，但也有不同部门呢，啊，不同部门也都要有专业能力啊，哎，结果你在这些不同的专业里面没有去下功夫啊，哎，你可能犯了。哎，一般人家团体里都不会犯的问题，哦，哦，叫低级错误，哦，那人家一看，哎，你们他都觉得学传统文化的单位是比较高的嘛，结果哎，我们世间都不会犯这个错，你怎么还犯呢？那就没信心了，哦，你看知人善任，这个这么简单的。道理，啊，结果我们可能理解义理理解偏了，啊，佛菩萨安排，反正那个时间他来了，我就用他吧，这不妥的。佛菩萨是安排你要知人，要判断，不是有谁就用谁。那世间人都不会犯这个问题了。结果，哎，你们学佛了，学传统文化，咋这么做事情啊？人家想不明白了，哦。啊，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都是我犯过的错误，啊，为什么呢？啊，我到庐江去的时候，啊，这个同事们，啊，他们就觉得传了之后，我什么都知道，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啊，他们为什么说传我什么都知道呢？啊，因为我都给他们上课嘛，啊，比方说他们前天发生什么事了，我一讲，他们就哎呦，你看，老师他心通，啥都知道，都讲到我的问题了，啊，就搞成这样了。所以其实呢，这些同仁呢，他们在社会当中都有他们专精的，哇，一下子把我看神了，他们自断功夫，啊，然后。什么情况也不跟我讲，后来出了情况了，你们怎么都没有跟我讲？老师，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哦，哦，所以这个时候还得要，人家哪些专业，你主动去向人家请教，你不能是发心就好了，不可以这样的，是吧？你还有能力啊，专业的能力啊。啊，你要有德行，你要有智慧处理事，你还有能力啊，嗯，哦，所以会造成这种氛围啊，还是我的问题，我是领导者啊，你不能让这样的风气形成，嗯，好，啊，用人取其长，这个还是很重要，哦，当然，前一句呢是要引出下一句啊，前一句是比喻啊。啊，工匠，啊，要做好事，要先使工具精良。好，那世人欲宣其义，啊，要想弘扬仁义道德啊，必先读其书啊，一定要先深入圣贤典籍。好，啊，我们中午才提到啊，李老还开出书单来，你要弘出世法。你不能不懂世间法，到时候你做出来的事情让人家啼笑皆非了，理都不懂了。啊，有五种仪规修身的，啊，四书，这个是修齐治病的功夫了。啊，御批通鉴集览历史，以史为鉴。啊，哦，还有古文观止，啊，深入古文。当然，这《古文观止》都是千古文章啊，也都是教伦理道德的啊。好，哦，所以老和尚要弘法，他也很。
很用功，都好多次都是读书读到啊，哎，一抬头天亮了，忘了时间了。哇，你看那种专注那种用功啊，我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情况啊，所以得比于上这支持哦。那易曰，《易经》上有说到了啊，君子以多智，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智是记住、记载。哎，默而知之啊，都是这个意思。蓄呢是培养，以这个积累培养自己的德行，用什么方法呢？多能汲取且用心领悟前人的佳言。善行，大家想一想，这个前人，首先呢，应该是自己一直的老师。哇，你连你老师的前言往行你都不记得，你还记别人的，能记得住吗？你最佩服，你才跟他学嘛。哦，所以孔子在《论语》里说了。因为子张问善人之道，善人他是喜欢行善哦，他不一定有下功夫在自己道德的提升呢，比方说道德提升要忱恨自愈啊，哎呀，叫我改喝酒，不愿意，哦。好，那孔子指导到了，不见机亦不入于事。所以我们要登堂入室啊，要怎么学啊？哎，跟着老师的脚步。我们看老和尚常常提到，哇，你看李炳南老师，你看一个人做好几个人的工作，李老。收入很多，但是生活很简约，通通布施给需要的人，特别节俭。哇，你看，老师提到了哦，这个老师圆寂了，我们去整理他的东西啊。哇，你看外面的大衣啊，都是很朴素整齐，穿了几十年了，看起来还很好。真的，我们到台湾人的时候都见到了可是呢，看不到的内衣啊、袜子都是补补丁的。哦，你看老和尚回忆这些，都是老师的这个是往行啊，老师的行仪啊，都在他脑海里。哦，所以老师是他一生的榜样，去效法学习。哦，这样你才能登堂入室啊！看老师怎么把六度普贤行用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中。哦，一看老和尚也常常提李老说什么，不能玩弄佛法、消遣佛法。哦，又提到张家大师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要看得破，放得下，都是记这些身教言教。你看我们会观察老和尚了，我们也要这么学。那大家现在遇到境界有没有？哎，看浮现起老和尚的身影，还是想起老和尚哪一句教诲？所以加持的根本呢？三根本，成就的根本是本尊。这个事业的根本是护法，有这个助缘的，弘法的人能发挥啊，
没有后顾之忧啊。再来加持的根本是自己依止的老师啊，你不忘他的教诲，他就随时在加持你。哦，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啊。老和尚圆寂之后啊，再次走入那个摄影棚，马上头皮就发麻。啊，老人家啊，可能加持了，我可没走啊。哦，一进去啊，就想起在摄影棚里面听了那么多教诲。好。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啊，21。啊，子夏曰，啊，子夏是孔子弟子，普商啊，是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啊，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啊。古人留了一句话：“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啊。”你看这一段里面都是伦常的学问呢、这个菜根谭也说了：“容得性情上偏私啊，便是一大学问。”其实说实在的，伦常啊，要能尽得好本分呢、啊。要不要改自己的习气啊？你不改啊，你怎么可能做得好？比方说你不耐烦了、啊，你能事父母能竭其力啊？哦，或者这个，你脾气很大了，这些事做不好的。容得性情上的偏私，便是一大学问。消得家庭内的嫌隙，家庭里面有三个伦常，你再延伸，所有这些亲属的相处了你可以有这些过节，你可以当和事佬把它化解掉，便是一大经纶，你活学活用了好。那一开始是侍奉父母啊，能够尽心竭力，这个仲由父母啊，就表演给我们看的，还有我们刘姓的后代，这个亲友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这是汉孝文帝的榜样了。他也是，虽然他贵为天子。他也是尽心竭力啊，奉养他的母亲那以师长奉养自己的母亲啊，你看，事隔几十年了，在香港见面了啊，问母亲想吃什么老人家想吃鱼啊。那师长都体会到他们辛苦了一辈子了，是吧？啊，老人家就赶紧去弄了，体会到这个出家我们叫方外子啊，方外之人啊，方外子这一份心啊，这个老人家回去之后就终身吃素了，所以父母啊。是被我们感动啊，不是被我们要求出善根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假如你学佛了，父母不是很欢喜啊，这个我们要注意。老和尚这一点是我们的学处那老和尚的成就，他自己也说到了，念念不离孝亲尊师啊，这个是真的是能竭其力啊。他也是把师徒如父子啊演出来了，不忘孝亲尊师，事君能治其身，
这尽终结呀、啊，不爱其身。哦，那这个我们就能想到，啊，你看出师未捷身先死，啊，长使英雄泪满襟。孔明先生，啊，包含清朝林则徐先生，苟利国家，身死矣，岂因祸福必趋之？你看，没有爱惜他的身体，啊，不怕死，哦，好，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好，啊，朋友交往啊，诚信无欺啊。大学也说，与国人交，止于信啊。论语也说，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啊。我们今天有个小作业。想一下，你这20多年来曾经答应过人家什么？哦，回想回想，记一记，哦，啊，然后呢，写在一个本子上，啊，然后以后最好啊，带个小本子，啊，刚好答应了，哦，就记下来。不然呢，现在事多了，有时候忘了就失信于人。啊，像这个手机，啊，我有时候想到什么，赶紧写在，啊，比方说想到哪一件事跟谁有关，啊，就写在底下，啊，跟他的微信底下，就比较不容易忘。嗯，哦，那这个古人呢？这种守信呢，啊，言语没有，念头有了，都守啊。哎，哇，这更让我们敬佩了啊！记札挂件呢，哦，包含这个德育故事，汉朝朱辉、许章堪啊，两个人在太学啊一起读书，还不是很熟。可是这个张堪呢，年纪比较大，可能因为古人呢，说三一命卜相啊，可能也会算算自己的命啊，哦，怕自己啊不会太长寿，啊，哦，观察到这个朋友还不算太熟，但是哎，观察他的举止，这个人值得信赖，哦，有一天呢。就跟这个朱辉说了，啊，我假如走了，我想把我的妻儿，啊，托付给你。哦，当然，这个朱辉当下觉得有点惊讶嘛，交情不算很深，但是对方就观察他，很信任他，但他也没有答应。因为来的有点突然嘛，啊，哦，但他心里呢有许诺了，没说出来而已。哦，后来真的张堪很早逝了，哦，哎，他就真的去到这个他张堪家呢，接济啊他的妻儿啊，哦，结果他儿子说。父亲啊，我好像看你生前跟这个长辈好像没什么往来啊，哦，你怎么这么尽力在帮他？啊，他说，因为我曾经啊在心上啊已经许诺他了，哦，所以已经承认他是朋友了，就要尽这一份道义了。哦，所以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啊，哦，这样的人呢，即使他说自己没有学问了，啊，我不一定说他已经有学问了，他这个是真的学问了。哦，那当然，一般来讲啊，人不学也不知道，不知义，这应该都是学过的。哦，
哎，但是我们也有见过不识字的，可是这一些呀、啊，都通达。你看王善人，他不识字哦，但是呢，他们是真正把这个伦常做到全心全意，所以他性德透出来了，所以他能给人家讲道了。哦。还是有学的啊，但人家是这个100%依教奉行啊，他的学法就是，比方说他听到一个人很忠，他马上把这个人的精神呢，跟他的身心融在一起了，所以他去帮老板干活啊，哇，老板都下次有活一定找他，哎呀。没有这么尽力的人呢，啊，当然也积累很厚的社会信用哦，哎，好，这个是他的学习方法，大家也可以这么学，啊，哪个古圣先贤精神，你就把它纳在你的心田，啊，那铁定呢，青出于蓝胜于蓝，啊，哦，还有闲工。他也不识字哦，但是你看他表演，哎，侍奉母亲嘛，他虽然出家了，哦，但是妈妈没人照顾了，哎，接到寺院奉养，哦，你看他妈妈后来走得很自在，我走了，哎，哦，所以来佛三圣还包含贤公的妈妈哦。哦，还有海庆老和尚啊，哦，所以这个后面这一句啊，他们不识字啊，但是他们敬伦常啊，性德。彰显哦，所以有知识啊，不一定有真学问。哦，大家有没有观察？我们现在学历高的很多，但是不是有真正有智慧学问去解决问题？哦，我爷爷也不识字哦，可是他们那一代人哦，很会处理这些人际上的问题哦，都可以做和事佬。啊、哦，所以这个六祖说的"下下人有上上智哦，上上人有没意智哦"，啊、哦，所以不能因为自己知识丰富、学历高啊，瞧不起人。好，哦，我们再看一句啊、哦，22，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洗，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啊、哦，孔子说到了，啊，品德不加修养，啊、哦，所以自己的德行啊，不能知少为主啊，啊、哦，要日日新又日新，学之不讲，学问不深入讲究，哦，你看我们。一天不听经了、啊，可能正念就扶不住了。啊，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哦，要熏习，而且要深入，哦，而且要解行相应啊、哦。所以下一句，文艺不能洗，你听到的这些合宜的道理应该做的这些本分。不能马上去照做不能迁徙不能这就不能依教奉行了不善不能改就是自己的缺点不能改正的话
那事无忧也啊。那这个是孔子对学生的担忧了。那当然，我们是学生呢，也就要这样去下功夫啊，才能不让老师担心了。好，师父老人家呢有个墨宝写到啊，圣人之所以成圣者，无他，关键在哪？勤于讲学，勇于改过。那你讲学，你要自己深入经藏啊，所以。学之不讲，学问不深入讲究不行，而且教学相长，老和尚讲经不中断了，就有人说到，老和尚是爱讲经的法师，老和尚提了就笑一笑说。哦，他可能不了解，老人家是用讲经啊来修行，来调伏妄念。啊，大家想一想，一个人上台讲课啊，他都要全神贯注了，他可能打小差吗？不可能。哦，你看全神贯注，大家有没有观察？啊，讲经的人呢，越讲越精神。然后一讲完下来啊，马上不能睡觉啊，不能马上睡觉，他那种还有法喜在啊，还有佛菩萨加持的法喜的，所以老和尚说的，圣人之所以成圣者，无他，勤于讲学，勇于改过，其教化众生，奉献社会。亦无他，也不是用其他的方法，用什么？勤于教学啊，亦无他哦，是勤教学，勇改过。我们看佛陀怎么教，怎么贡献社会，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啊，因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那勇于改过啊，那他就给他教学的大众啊榜样了，带动他。所以过年这个佛陀带头啊反省自己。这就勇于改过了，所以这个有一部经啊，就是寿星岁经啊，就你要迎新的一年啊，那个经里面就是佛带头反省改过。所以这个是身教，勤于教学，勇于改过。好啊，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